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前面确实有点太快，3分钟就结束了。一场不用4分钟吗？来，王者に最も必要なプライドは勝つことだ。好吃好吃，吃吃吃，吃吃吃。篮球没有呀，我都全卖掉了。五克很缺钻石的、啊，20钻我也要贪啊！傻笑。哦，哦呀！哎、欸，你那捡球是怎样？他把那个刺丝卡住就好了。本気とかないわ。あるでしょ。我做灌高的一定啊，其他都木木。ナイスパス。走れ。まさか。哎呦。他也太多中投空位了吧。3球还是4球了。靠腰低球在跳，傻狗。我怎么这么细节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可是我的队友怎么这么烂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，搞啥、啊？你要几颗啊？太多了吧！
本気とかないわ。悪いし。他怎么没球中投的空位啊？靠摇，也没摸到。只他也要连，还要至少还要踩到才会有篮抢篮板的机会哦。他连他妈踩都没踩到，我怎么抢篮板？美球的空位出手，抢个灯啊！他就是这样，哇，秒不下来。啊，至少没光。嗯，那颗板本来抢不到，那颗就是因为抢不到才开大的前两看，那个板点已经被拿走了。哎呦，这球有差咯，解套一颗。反正我赌那清风下一球绝对走不到，这样刚好解套。嘿，不出意外。只能祈祷他铁一球了，不然难赢，只能说。偷过个机制，这人就靠这球翻掉。三分球守住啊！完了，会被叠超哎、欸，感觉我得投出这一球关键球、啊。啊！居然带到了我的罩门！这队友他妈像个杂碎一样，有多难玩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！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，请搜寻 SystemB 或花之丸。